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391面第一行，舍城礼观最后的两段，第九安忍，第十立法爱。安忍，安即不动，忍即忍耐。为修观之人，初观不思议境，一直到第八，知为此。或如五品，杖转慧开。我们这后头有小注，五品。是天台家讲的五品位，五品位是待业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，当年这唐朝初年，智者大师圆寂的时候，他是修观无量寿佛经，用的是十六观，修这个法门呢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弟子们呢，问他老人家的品位，他说他是五品位往生，非常谦虚。那意思就说了，我们能够五品位往生呢，那就很不错了。那么也有很多人说，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，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。这个传说日本韩国都相信，我到日本去问日本出家人，他们都说，自古相传呢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菩萨到世间跟我们做种种实现呢，给我们做榜样，根性不相同，时代不相同，风气不一样，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，佛是菩萨所说的自在圆融啊，切机切理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如果不懂这个道理，拿着佛法也会害人。佛说的，没错，佛是为谁说的？什么时候说的？为什么人说的？佛如果生在今天，佛会怎么说？这个要懂。这个要是不懂的话，用佛法也会误了很多众生。所以佛法一定要开智慧。开智慧一定要烦恼轻。我们烦恼断不掉，要烦恼轻可以做得到啊。没有很严重的。贪心才一动，
第二个念头是不应该，就收回来了。啊，陈慧发脾气不好，脾气上来的一想，这个东西对身体伤害很重。啊，是地狱的因，那就算了。啊，原谅别人也不伤害自己。啊，所以烦恼一现前，马上自己就觉知觉到，就能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方法能用得上。这就算不错了。啊，这个不动最重要就是心不动。啊，那么再说的浅显一点，明白一点呢，就情绪不动。啊，在顺境善缘不动贪心。啊，自己能控制。在逆境恶缘，啊，很不好的环境，不生嗔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境界当中，都能保持自己的心情平和，这就叫安。啊，就叫安人。啊，这个。我们学的这个经，经题上清净平等觉，啊，那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啊，修学的宗旨啊。啊，如果心不平静，我们就错了，不平等就错了。啊，常常想到心地的清净平等，啊，与清净平等相应，就是与道相应。啊，无品真修不能中断，啊，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。啊，第一个随喜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要执着自己的成见，啊，能够随顺别人，啊，最好是放弃自己的成见，啊，但是随顺里头要有智慧，它是善的，好事随顺。啊，他是恶事，不是好事。我们可以不随顺。啊，他要是坚持，那我们就离开。啊，不参与就好了。啊，也不必去批评他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《论语》里面说得好：“成事不说。”啊，不管是好事是坏事，这个特别是坏事，他已经做成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随事不见，啊，事情虽然还没做成功，肯定他会做成功的。啊，你就不必劝告了。啊，既往不咎，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放在心上，不必再追究。你看，宽宏大量啊！啊，饶恕别人，不跟任何人结冤仇。啊，要用德行去感化人。啊，这是佛菩萨。啊，决定不以自己的势力、啊财富、啊聪明智慧都不可以。啊，用道德，啊用谦卑，用真诚，啊去感化别人，啊懂得随喜好啊。
第二个读诵，读诵不是光学多闻啊，而是什么呢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修净土。我们读诵只限于净土五经一论里头，只限于一种，不要多。啊，或者事情繁忙，应酬很多，啊，那我们早晨早一点起来，读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晚上呢，我可能应酬多了，哎，晚课的时候就读一部《阿弥陀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短嘛，啊，这样也行。如果你退休了，你不繁忙了，啊，那读诵的时间越长越好。啊，早晨读两部经，无量寿经，晚上读一部，这个好啊！啊，多读经什么？对极乐世界熟悉啊，这很重要啊！极乐世界熟悉了，对极乐世界就生起感情了，就真想去啊！啊，为什么有些人提起极乐世界还没有这个往生的念头，他对极乐世界不认识，他要真认识的话不会有这个事情，太陌生了啊，对这个世界太熟悉了，极乐世界太生疏了啊，所以他对这个地方有情执，对极乐世界没有啊。我们现在就听古人的话啊，祖师大德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把熟处转生，把生处转熟，这是个好办法。生处转熟，那就是必须无量寿经要多读啊，每天当然能读十遍是最好的啊，读熟了之后，读一部大概50分钟。啊，读十部经应该4个小时就差不多。啊，所以这不是做不到的。啊，读经之外就念佛。佛号念得越多越好啊，每一天如果真修这个净土啊，每一天至少要10个小时啊。啊，才能把生处转熟啊，熟处转生，对于我们居住的娑婆世界越来越生疏，这个好。啊，极乐世界越来越熟悉，啊，就是用读诵的方法，啊，说法。这个说法，遇到人谈话的时候，所谓是三句不离本行，就劝人修净土，就劝人念佛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啊，一个人、两个人，啊，多数人都可以，啊，不是讲登坛讲经说法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念念呢都希望帮助别人认识净土，啊，认识极乐世界，啊，求生净土，对，有这种心呢。坚行六度是随时随地
啊，遇到就走。啊，正行六度，这是把六度摆在功课里头。必修课。早年啊，应该是20多年前，我住在美国啊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老居士告诉我，夏莲老就是汇集这部经的他的老师，当年呢，这是民国初年，提倡净宗学会，只是提倡，名字喊出来了，没成立。啊，那么现前大陆的环境，要成立这个净宗学会有困难。他就劝我在海外建立啊，我听了很欢喜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温哥华成立的，加拿大净宗学会。啊，那个时候是一些台湾的华侨啊，请我去讲经啊，在那里成立第一个啊，以后从加拿大回到美国，住在旧金山啊，在旧金山一个小镇啊，库伯丁的小镇啊，这小镇很有名啊，一般人称它叫西谷。啊，我在那个地方住，也买了房子。啊，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成立美国净宗学会。啊，会长是杨一华，现在这个会还在。啊，那么洛杉矶成立了。啊，每年呢都到美国各地巡回讲经，啊，所以美国加拿大了，我住在美国的时候，大概有30多个会，很难得。啊，那么既然成立净宗学会了，我写了个缘起，提出我们净宗修学。五门功课，这必修的功课啊，就跟这个五品的意思差不多啊。第一门净业三福啊，观无量寿经的，这是世尊对净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它的内容不仅是净宗啊，可以说是各宗各派84000法门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，离开这个原则就不是佛法了啊。3条11句啊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这第一条。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
佛在后面说得很清楚，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你看看这个话说得多重，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，修行人成菩萨成佛，这是根啊，正因啊。那你要不依这个三福的话，就不会成就啊！头一个孝养父啊，不孝人就完了啊！在道家讲，不孝父母的都是三途，果报是畜生、魔鬼、地狱，这三途啊。怎么个孝法？现在没人知道。自己做了不孝的罪，将来堕了三途了，就糊里糊涂堕到那去了。冤枉啊！这没人教啊！所以在这个最近这十几年，我们特别提出啊，《弟子规》啊，孝亲尊师就学《弟子规》。弟子规做到了，孝亲尊师做到了。慈心不杀。我们学太上感应篇。因果教育。真的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了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因果。起心动念的。都不敢做非法的事情。最后一句修十善业。所以这个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。我们是从敬业三福第一条的教诲里面选出来的。所以头一个修习修学的就是根本的根本是弟子规。第二个感应篇，第三个十善业道。今天为什么学佛十善业道都做不到他没有弟子规，没有感应篇，十善业就做不到古时候不说远，一二百年前在中国这块大地，历朝历代修学佛法的人根都好啊，三个根都有啊，伦理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家庭教育就把它培养好了，从小就教好了那么学佛的时候，他在学这个十善业道是轻而易举的。五戒十善提出了，哪一个人做不到啊？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在家学佛十善业道做不到，出家学佛沙弥律仪做不到，所以全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要真学佛，真能做到，佛教有救了，社会有救了，地球有救了。那它影响多大？敬业三福，第一福做不到，第二就没份了。第一不是出家人的，第一是世间法了。孝亲尊师。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世间法。佛法是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，世间法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做佛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世间法能做到了，
啊，佛才称你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有资格学佛了。啊，你不具备这个条件呢，佛法跟你没分的，你怎么学都学不好，没根。啊，那你所学的是佛学常识。啊，我们今天讲是知识。啊，聪明智慧人在佛教经典里面学一些佛教知识。啊，戒定慧三学他完全没有。啊，所以他不是学佛的人呐。啊，用今天的话，他是佛门的学者。把佛教当作一种世间学术来研究，这种人啊，佛法里面真实的利益他完全得不到啊，他不能了解，他不能切入啊。由前面第一条修好了，有这个根了，才能够接受三皈五戒啊，菩萨戒，出家的是比丘戒啊，沙弥戒，才能够真正学得好啊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根坏掉了，没有根了，我们明白了，不补习啊，不从这上下功夫，那就没办法啊！念佛往生，那必须要靠过去生中的善根。为什么呢？这一生的时候，我们善根太薄太薄了啊！一定要靠去世、累世的善根福德啊，在这一世的时候预言成熟了，这才能往生啊。这就是这个大时代里头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很少，原因在此地，不能不知道啊。有前面这两个，后面第三个是大乘啊，大乘的根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啊，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这是普通的因果，人人都知道啊。那菩萨里面的因果是什么呢？实实在在讲，这个经是出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，是净宗的经论。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这很多菩萨都不知道啊。菩萨要知道了，马上归到净土法门里面的时候，他一生就成就了，那太快了。不要转那么大的弯路啊！啊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、哪个宗派，只要把功德回向给净土，没有一个不能往生。啊，这我们在这个经上后面会讲到，净宗法门太大太大了，无一不包容。啊，不是修净修这个净宗的，只是修学大乘，因为它是大乘法。啊，只是修学大乘的，啊，无论哪个法门，回向通通能得阿弥陀佛的加持。啊，临终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啊，这净业三福的第一个科目。必须学的
啊，第二个是六合敬。无论是居士团体、出家人团体，那一个小道场，总有一些人，大家一定要和睦相处。啊，真正一个六合敬的僧团出现，佛经里头讲得好啊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。啊，我们这个道场，在这个地方十年了，啊，表面看是不错，实际上呢，我们的道场六合敬没做到。啊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自己做法不合作啊。啊，这个道场，四众同学如果能够真修六合敬，这个道场就很殊胜，就很如法。啊，修六合敬一定是舍己为人。如果样样都是自私自利，把自己摆在第一，别人摆在第二、第三，六合是永远做不到。啊，我每天讲经，讲这么多年，啊，这个光碟、录像带都在此地，没听懂啊！啊，为什么没听懂？没放下了。所以我学佛了，我的经验也常常讲给大家听，可以给大家做参考。啊，我跟出家人见面的头一天，啊，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。我向张家大师请示，啊，我说我知道佛门殊胜，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很快能起入？他教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就起入。我问是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，他告诉我布施，三种布施，啊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啊，你得的果报，啊，是财用不缺乏，聪明智慧。健康长寿，啊，这是我跟出家人接触第一天，他传给我的，我真干了，啊，学着什么？放弃自己的成见，啊，我这个人从小成见就很深，主观观念特强。啊，一般人给我辩论呢，很少能胜过我的。啊，我学佛慢慢的才把这个毛病改过来了。啊，能够听别人的了。啊，不再给人找麻烦，不给人抬杠。啊，才晓得过去行为错误。啊，言语当中，态度当中，得罪很多人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那么学佛这些毛病要不改的话，你法缘断绝了，
妨碍你的善法，障碍你的智慧，障碍你修学的成就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些毛病不改掉，啊，你这一生的结果还是搞六道反复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啊，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个事情啊！啊，为什么听经听不懂呢？沉浸心没有。啊，印光大师讲的，我也常常提醒大家，但是大家不觉悟，提不醒。印祖常讲啊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啊，今天我们大家对于经教的沉浸心生不起来。啊，对什么沉浸心能生起来？对名利。心里头只有名利，名闻利养，没有对教没有沉浸，对道德没有沉浸，啊，对伦理没有沉浸，对一切都没有沉浸，啊，只是对名闻利养，这就完了。名闻利养放不下，学佛是堕三恶道，堕地狱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自己晚上睡觉之前好好想想，我这一生走的是哪一条路啊？啊，佛讲的是法界，我走的是佛法界，是菩萨法界，啊，还是人天法界，还是地狱魔鬼法界？但经典不熟悉，啊，这个前面我们所学的位次不清楚，自己确实不知道在学什么，啊，自以为在学佛，其实全都错了。啊，我学佛确实这个跟三年，跟张家大师三年没有白跟呢。我要不跟他三年的话，问题还有很多啊。我的佛学基础他老人家奠定的。啊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叫我不能离开经教，啊，遇到李老师，李老师更进一步，在经教里头一定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不能学得太多，不能学太杂，啊，学太多太杂，安忍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修行人头一个就是先要清净。啊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不受外面环境影响，不受外面诱惑，这就叫安忍。啊，经不起诱惑，啊，会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你就不会成功。啊，所以我们修行的这个五个科目里面，啊，头。
头一个是净业三福，第二个就是六合敬。啊，我们在团体当中把人处好。啊，希望这个团体是个清净和睦的僧团。啊，不破坏僧团。我们要不合作，我们就在僧团里头破和合僧。破和合僧的罪，你们在戒律里面去查，阿鼻地狱。啊，这是忤逆罪的一条。啊，忤逆罪五种：杀父亲、杀母亲、杀阿罗汉、触夫身血、破和合僧。啊，我在这个僧团，我不修六合敬，就是破坏僧团。啊，和合没有别的，处处忍让，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行行尊重别人。啊，自己学谦卑。真有用啊。影城回忆录里头给我们讲了个小故事。修无法师在黑龙江哈尔滨极乐寺，啊，极乐寺刚刚建成的时候，啊，极乐寺是谭旭法师建的，啊，谭旭法师很难得，东北这些大的寺庙全是他老人家建的，啊，这个东北特别有缘分，啊，寺建成了，他是方丈。他请他的老师地仙老和尚，啊，传一堂戒，啊，做个大法会传戒，啊，传戒需要许多义工，啊，当时修无师来报名，啊，参加戒坛的义工，啊，他的职务分配的职务是照顾病患。啊，受戒期间像伤风感冒啊这些小病啊，啊，他专门来照顾这些人。啊，去了没几天他就告假。啊，老和尚有修养，随喜。啊，可是当家师定西法师就没有老和尚的修养，责备他。啊，你看你发心，这出家人怎么没长远心，啊，来了几天就要走了。啊，教训他。他就说了，告诉两位法师，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哦，这两个老和尚一听啊，哎，这个不容易，难得了，欲知是真的吗？什么时候啊？不出十天。啊，请常住给他准备两百斤劈柴，准备火化。啊，多切都答应给他准备了。嗯，到第二天又见老和尚，老和尚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赶紧替他预备。他真走了。修无法师不认识字，未出家之前是泥水匠。啊，这个人老实。随喜，非常随和，在大众里面人家都欢喜他，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从来不拒绝的，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他通他干，啊，无怨无悔，啊，他又不懂得什么修行呢，念经都不会，就念阿弥陀佛，你看看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潇洒，啊，欲知是知。啊，要求常住派几个人送他往生。啊，到第二天真的
啊，盘腿坐在这，坐在床上，啊，大家念佛，念了一会儿，他就告诉大家，佛来接引我了。那这些人就还找他呢。哎，你得留个记子，留几首诗给我们做纪念呢。哎，他说我是老粗出身，也不会做记子，也不会做诗，啊，不过我有一句话了，留着给你们做纪念。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，就留这么一句话。啊，极乐寺第一个往生的，地仙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，认为他是出家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他做到什么？持戒吃苦。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”他做到了，老实念佛。啊，除念佛之外，啊，除佛未常住佛物之外，没有念头啊，心清净啊。啊，所以第二个六合敬。第三个是戒定慧三学，第四个科目是六度，第五个科目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所以很好记呀。啊，我们提出来，希望修净土的同学们，我们净宗道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与这五个科目相应，真正净宗学人。啊，如果说是只挂名，这五个科目都做不到，那因果各自个人承担。啊，真修行人好坏都不批评，啊，只是一味真诚恭敬。啊，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。啊，那我们这个经天天讲，讲的这么起劲，那没人学讲什么？有鬼神在学，我知道鬼神在听，他们听得很认真。啊，他们真干，往生的不少啊。啊，升天的很多啊。啊，大乘经教，名扬两利啊。啊，我们讲堂旁边供的这些牌位，啊，他们的听众密密麻麻。啊，我就不能不讲了。啊，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讲经，啊，讲经的兴趣没衰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偶尔有时候他们也来找我。啊，所以我了解他们。啊，那么这就坚信。啊，这正信就派上课程。啊，大家一同来学习。啊，看我们当前的环境，哪一个最需要？我们在这段期间当中，啊，一个星期，啊，佛家讲七天嘛，一期、二期、三期，或者是七期，这七期专门着重在修布施，因为我们放不下，
啊，在底下一个七七的时候，我们专门来修持戒。啊，特别提醒，特别加强。啊，那么这就是圆正心。啊，正足双修啊。张转会开，张是障碍，就是妄想分别之处。啊，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转过来了。啊，惑业之障转成一切土。啊，叫断烦恼开智慧。啊，这张转了，张转呢，智慧就开了。为观理之智开明，啊，就智慧开了。啊，这是修学。应当得到的果报。啊，业障清了。什么病痛都没有了，智慧开了，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了。啊，大臣法味你尝到了，所以神之爽利，神是精神，啊，精神智慧。啊，舒畅。嗯，本不听学，能解经论。啊，你本来没有听过的经论，你听到了，你能了解，像慧能大师一样，开悟了吗？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所以学东西啊，秘诀是一门。你不要搞碾压，一门里头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是得三昧。啊，我们学无量寿经，得无量寿经三昧，无量寿经三昧也叫做念佛三昧。啊，三昧是定，心定在这上面，定久了自然开慧，智慧也开了。一切经你一接触就通了，听别人念你就全明白了。啊，自己不需要刻意去学，全都通了。啊，于是意义啊，便不可尽。啊，经里面一句一字，啊，你跟人家讲解，讲不尽的，辩才起来了，啊，辩不可尽了，辩才无碍啊，啊，智慧现前了嘛。修无法师往生前面讲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义理深广无尽啊，啊，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，假的啊。儒家也讲，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啊，你听得多，记得多，你没有开悟。我们今天讲知识不是智慧。中国传统的学术，大乘佛法都是以开智慧为目标。啊，智慧不开，我们的修学就失败了。啊，有很多人问我，这为什么不认真好好就办个学校呢？没人学。
不是不办学校，没人学。啊，你可以招一些学生来，学生不肯学。啊，如果他真肯学，我天天在这里讲经。这么多年来，啊，53年讲了几十部经啊。无论哪一部经，我们都留得有，现在都留得有光碟。你就学像刘素云一样，你一门深入，10年就盯住一样，10年之后大彻大悟，啊，真谛一教弘行，啊，首先把三个根扎好，啊，发心将来弘法利生。啊，那你就用个1年时间把文言文的基础打好。啊，文言文要背100篇古文吗？要不要去找世间古文？不需要。无量寿经就行。啊，无量寿经48品就等于48篇啊，跟50篇很接近吧。李老师规定50篇。这一步就行了，这就是古文啊！你把它念背，用1年的时间，1个星期背1品啊！1年的时间把这部经背熟，背得滚瓜烂熟。啊，文字也学到了，大乘经义也学到了，一举数得了。啊，或者是你读印光大师文钞，啊，文钞也是文言文写的，欧耶大师的总论。啊，莲池大师还有个小东西，朱窗随笔，好文章。